很好喝。我在小套房里面煮饭是怎么处理油烟这个烦恼？泡的这个美式哦，因为我最近在实行168，然后如果我那天晚餐会比较晚吃的话，我就会早上喝美式。刚刚用的是正负零新出的咖啡机，它还有附一个他们家的杯子。Just one mistake is not speaking with my chest. Maybe I'll just cry a little less. Tension, headaches always get to me. Often leave me dazed and wondering. So do you mind if we rewind? Cause my mind's on other things.I'm not sure you'd find them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practice how I feel instead of trying to reinvent the wheel. Hi, 大家！这一集的家事女子日常呢，应该有发现，从标题就发现一系列的煮饭。然后我现在那个面有点滚，我先看一下。我要来试喝一下那个汤头，很好喝，很好喝哎！我觉得，因为这个五目拉面，我很久以前就有在吃了，然后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加这么多高丽菜，汤头变得超甜的，好赞哦！应该可以关火，然后一定要加白胡椒，高丽菜的汤就是一定要加白胡椒才会好喝。我要来吃了，我先把它盛盘。No, I overcomplicate, but simplicity's surreal. It doesn't seem to me too big a deal. 嘴好像有点加太少了。Sorry if this all feels. 完成了我的高丽菜馄饨面。嗯，我是第一次吃这个馄饨，哎，好吃哎。它馄饨的内馅很够味，可是皮已经整个烂烂的，冷冻的吧，就是没有办法是很漂亮的皮，但我觉得内馅味道是好的，这样吃还是没有到达就是最健康的方式。可是因为我们租屋啊，其实也很难，有时候也没有办法真的吃到非常健康，因为毕竟料理的器具跟空间有限，然后加上
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这支影片拍的就是基本上都不会到太难，是希望就是忙碌的大家在自己的租屋也可以很轻易的自己煮饭吃，自己下厨吃东西吧。因为虽然也许我们做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到最健康，可是至少已经比外食吃的东西还要健康了。这个高丽菜是鲜乳坊寄来的蔬果箱里面附的，高丽菜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很甜，超级甜。我的汤头整个就是充满了高丽菜的甜味。我们就下一餐见，拜拜。我用的咖喱块是这个，就是全联就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它是辣味的，但不会很辣，就是微辣吧。然后它里面是有加苹果跟蜂蜜，我喜欢这种有加苹果跟蜂蜜的比较日式的咖喱。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choices I have made and doubt the life I've chosen for myself. I wonder how it would pan out if I stuck to the status quo and stayed in England. Never know, but when I see my friends, I see them with this golden glow. It seems they can touch the rainbow. I guess I'll never know, never know, never know. Would that be me? If I'd stayIn my city, red, blue, and green. Is that how my life would be? Is that how my life would be?Often we're reminded to enjoy each day and find it in ourselves to show some gratitude for every moment through and through. I try so hard to just be present. Mom will slip the adolescence. I can't help but wonder, but I guess I'll never know it. What the other book looks like. Oh, wouldn't that be nice? If that was 咖喱饭，我不知道你比较想要哪个料，因为我都有帮你加，里面都还有。如果你不想吃麻薯，想吃肉的话，里面也有。鲜酱好像比较稠，好像比电锅煮的稠。麻薯没有削皮吗？嗯，因为那个麻薯是可以不用削的，澳洲的那种。该不会我们大少爷没办法接受吧？If I told you about the way that I felt, I wouldn't waste a minute if I had you all to myself. We'd be walking in the moonlight, staying up till sunrise. Baby, you can let your walls come down. We'd be dancing in the corner.Sleeping on my shoulder, you can tell me everything all with me. If you want it, baby. If you got it bad, like I got it bad for you. If you got it bad, like I got it bad for you.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way tha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us. Yeah, you want it.大家早安，我今天吃的是
全联新出的金沙肉松生吐司，然后上面加了一个蛋。我之前其实不知道气炸锅可以这样煮蛋欸，我是后来才发现它可以把蛋煎熟，那我就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就想说不要淀粉那么多，还是吃一点蛋白质。然后这个是用正负零咖啡机，它也可以泡茶叶，然后刚好我妈有给我那个日月潭的红茶，所以我就用它泡泡看，我觉得蛮浓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就是茶叶味很浓的人的话，或喜欢泡茶叶不喜欢泡茶包，我觉得就可以用这个泡。回来，我觉得蛮好吃的欸。我原本想说全联卖的会不会很雷，结果还不错。它是金沙肉松嘛，我觉得它咸蛋的味道超淡欸，我感觉就是只有肉松的味道，有可能是因为我又另外加蛋啦。那我要看影片了，午餐见。嗨大家，现在已经中午了，然后我刚刚化了一个淡妆，好素哦，好像平常比较没有那么长那么素的上录影。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很多人都在问我说我在小套房里面煮饭是怎么处理油烟这个烦恼。我的话比较少会去做油烟会很大的料理，像你用电锅煮东西味道一定比较淡嘛。如果用气炸锅的话，我不太会去真的炸那种油炸物，因为那种味道会超浓。我之前炸过薯条啊什么的，就是会整个房间都是那个油烟味，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拿来烤吐司或是像蔬菜，烤蔬菜炸蔬菜啊，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味道的东西。再来是用像是调理锅跟这种电烤盘的话，我也是都顶多拿来煮火锅，或是如果我要煎东西的话，我尽量不会用油，因为用油就会有油烟，所以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不粘锅的材质，我就尽量都不会加油去煎，我可能就是会直接放下去干煎。我用电烤盘也不会烤肉，烤肉是最臭的，就你完全没办法去防止那个味道。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真的要煮一些会有味道的东西的话，你就一定要开窗跟开电风扇，可一定会很热，可是没办法，就你为了要让那个味道散掉，不然你就煮不要那么有味道的东西。等全部煮完之后呢，过一阵子之后再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开空气清净机，这样我觉得算是蛮有用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料理台后面就是床，所以那个味道如果一染到床上，其实就是会很明显。那我目前这样子下来，我是觉得还蛮有用的，保持这样子的方法就不太会有很重的味道。那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介意味道的人，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在房间煮东西，大概是这样。如果我还要想到什么方法来跟你们说好了啊，之前我在 IG 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创作者朋友安安他有跟我说可以用沸水，就是煮沸的水去煮柠檬，这样子也可以让那个空间的味道比较容易淡掉，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So baby, can you love it?
完成了我的午餐，超成功的，虽然不是那种真的很漂亮的欧姆蛋，可是至少是蛮完整的。它这个火腿真的很好哎，就是你吃下去完全会有那个火腿的香气，虽然比较贵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全联买火腿的话，真的可以买这一家的。嗯，这个胡麻酱它味道蛮重的。就是你，我每次只要沾一点点，就会整个都很有味道。因为有时候外面那个胡麻酱就是味道比较淡，就可能要加很多。那它这个每次我都加一点点就够。我平常不会纯粹这样子吃饭，我一定会配影片什么的。我现在去拿一下我的 iPad，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看什么，我就会看狼人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现在是下午3点多，我要来煮一个想要试很久的东西，就是锅煮奶茶。之前因为我用快煮锅，它其实如果你有用过快煮锅的话，就会知道它的火力算是还蛮大的。那可是锅煮奶茶需要小火，然后慢慢煮，这样我之前就是很怕它会烧焦或坏掉，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尝试。但因为现在我有了新锅子，所以我想要来试试看锅煮奶茶，因为我之前在外面咖啡厅喝，我觉得很好喝。你可以自己调糖度，然后可能不要加糖，就加一点点糖，我觉得就很赞。所以我先把锅煮奶茶要准备的材料跟你们分享一下，刚好有化妆，可以露个脸。我自己算是喜欢茶味偏重的奶茶，所以我用2个茶包大吉岭红茶，你也可以用你喜欢的，像是伯爵啊，还是阿萨姆啊，锡兰红茶应该都可以啦，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大吉岭。牛奶，再来是什么？好像就这样哦，对，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还有，如果你想加糖的话，可以加糖，但是我今天是想要做无糖的，所以就只要准备这2个材料，超级简单。然后我们就开始吧。我要先来量一下水跟牛奶的量。水跟牛奶的比例是1:1的，所以我各需要200克。啊，超过一点点，没关系。然后呢，我们先把水整个加进去，然后让它煮滚，它都滚哦，就整个沸腾的那种。闻起来超级香，整个都是那个茶香味。加入牛奶之前要先转到小火，我们再把牛奶加进去，然后如果你有在手冲的话，你应该会有温度计，可以用这个测量，到70度是最好的锅煮奶茶的温度。记得要一边搅动，然后一边顾着你的锅煮奶茶，不然它如果是到整个沸腾的话就不对了，就是可能会太下面可能会焦掉啊，或是什么的。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盛一点点这样喝喝看，看那个味道有没有怪啊，或是有没有入味之类的。我要来喝一点点看看。
菜跟茶味差不多50%/50%，很赞。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会想要茶味再更浓一点呢，可能因为大吉岭算是比较淡的味道。好，那我要盛起来了，我们准备要来吃下午茶。我们这光会一直跑来跑去啊，好烦哦。我觉得它这个锅子有个好处是，它这两个饼啊，有做特别有做是不会导热的，所以你比如说你想拿起来，或是你要拿去洗干嘛的，你就不用怕说很烫。像我现在就是比较不好盛，我可能就把它这样子倾斜，然后就可以盛到比较多。好好喝哦，就是其实我蛮爱喝饮料的，然后甜食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有幸福感。刚喝那一口的那个幸福感，应该就是前几天做的任何咸食都比不上。可是我也不是不爱吃咸食，但就是咸食没有办法获得就是这种饮料或是甜点可以给人的感觉。看一下脸好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拍得到食物又拍得到脸的角度，好吧，希望我下一个家可以。但我觉得茶味真的可以再重一点，可能我真的是蛮爱喝茶的人，所以就想要喝很浓。好好喝哦，单喝就很好喝嘞。我本来想说应该一定要配个甜点吧，但我还是有准备一个超级小的甜点，是我刚刚去 Seven 买东西顺便买的，应该是日本的 Seven 出的吧。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口味的东西，然后一起配着吃应该蛮赞。欸，它是有单包装的，我本来还想说应该是裸装，我想要把它摆在盘子上之类的，但结果是单包装的。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喝鲜奶茶的人，就是奶精奶茶跟鲜奶茶，我是奶精奶茶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手摇杯店的鲜奶茶我很不爱喝，可是锅煮奶茶就是很耐喝，而且我比较喜欢喝冰的饮料，但是锅煮奶茶就是一定要喝热的。我今天天公很作美耶，你知道最近一直以来就是天气都不是很好，我已经好多次拍片就是那个光源我都觉得很差，这边有一个天使光。好，现在试试看，好甜，但是好好吃。它外面这个饼干啊，是其实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可是就是你吃喜饼西式喜饼的时候很常会有的一种饼。这个饼干很好吃，但里面的巧克力真的是还蛮甜的，我觉得甜度有1到10分的话可能有8分那么高哦。在吃下一个的时候呢，我想要顺便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影片你们看到的这个锅子，就有在本来就有在 follow 我的话，应该就发现这个是一个新锅子。自从搬到这个新家之后，我不是期许自己就是可以更常下厨嘛，所以除了之前本来就有的气炸锅啊，然后快煮锅，还有电烤盘，我后来自己又买了电子锅，就这个影片应该有出现过。然后其实在我开始拍小套房里面下厨之后，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家电的厂商有寄合作邀约给我，但因为我家真的蛮小的，所以我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我就都推掉了，因为也没有地方放。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那个我分享厨房家电的影片啊，就知道我那时候很推荐那个快煮锅嘛。边吃好难边聊天，大家可以去准备一点小点心或是饮料，也跟我一起继续看这个影片好了。我自己超级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看 YouTube 的影片，就是有人陪你一起吃饭的感觉，因为我都还蛮常一个人待在家的嘛，所以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给你们这种陪伴感。我最近的料理 level 已经升级了，你们应该都有感觉到，就发现其实快煮锅有一点点不够我用，因为它
太小了，然后加上它的火力很大，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煮一些需要小火或是慢火去炖煮的东西，比如说煎那个锅煮奶茶，我就不太敢用快煮锅煮，我很怕就是会烧焦啊那个牛奶。所以其实我原本就已经有在观望这种调理锅，因为日本跟台湾都出很多种嘛，宇宙就帮我送来了这个调理锅的合作。比起我之前用的那个 Bruno 的电烤盘啊，我觉得你二择一的话，我觉得你选这个。其实我那时候在买电烤盘的时候有考虑这种调理锅，但我最后就是被电烤盘那个可爱的程度跟比如说它可以做很多章鱼烧啊什么松饼之类的那个功能给吸引了。但我后来发现电烤盘比较适合用在特殊的场合，就是像煮火锅啊、烤肉啊，然后做一些就像章鱼烧或松饼这种东西。但其实日常的料理上面，我是觉得它没有到很好用。你是重点想要做日常的这种料理的话，我会觉得这种调理锅比较好。而且像它这个多功能调理锅啊，可以做到超多功能，什么蒸、吹、煮、炖、烤、煎，其实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你们在这支影片就可以发现它真的是很多功吧。然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超不会下厨的人，我是自己搬出来住之后才慢慢摸索练习，而且还是用这种就是小套房里面的形式练习哦，还不是什么完整的厨房。到目前为止我也算是进步很多啦，就是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什么很会，我真的不是不敢说，是我根本就不是很会煮饭的人。我也有点担心，就是大家看我就是在家里煮饭会觉得对我有很多料理的期待，但其实我真的是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在套房就可以生出来的食物，一直没有想要拍这种以料理为全部主题的影片，是因为我就是很怕我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很有趣的是，因为我男友他的美发师就是帮他剪头发的人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一直跟我男友说她也是住在套房里面，然后她看我就是在家里煮饭，她也很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种租屋套房里面煮东西，不管是用什么家电还是可以煮什么料理。然后她大概前前后后跟我男友讲了两三次吧，就说为什么我一直还没有拍，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该不会就是大家都很想看嘛。然后我后来就想到可以用这个出发点，就是我不是要教你做多厉害多难的料理，而是你在跟我一样是租屋族，然后住在这种没有厨房的套房里面要怎么去下厨。因为我想大家应该还是多少会想要自己煮点东西吃，就不想一直吃外食，不管为了健康还是为了省钱。那从这出发的话，我好像觉得我蛮可以拍的，因为我也是长期一直在这样子的生活模式下面想办法自己料理，所以最后就有了这支影片的诞生。不知道你们觉得目前看到现在还喜欢吗？我把相机移了一下，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光实在是太好了，我的脸整个白到不行。这样应该 OK 吧，大家可以吗？好看吗？希望这支影片对跟我一样是租屋族，然后住在小套房里面，还是想要当小厨娘的你们有帮助。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厨房，但就期许我们自己都可以未来租到空间条件越来越好的房子，早日有一个真正的厨房给我们煮饭。待会晚一点还会有这支影片的最后一餐，但是应该不会再讲话录影了，所以我就在这边先跟你们说，如果你喜欢看这种很日常生活的 vlog， 或是你对空间布置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或是你可以先去看看我频道里面的其他影片。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或是你觉得看了很疗愈的话，可以帮我在下面按个喜欢，也要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哦，这边会有更多更及时的日常生活的分享。料理版的家系女子日常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喜不喜欢的话再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因为我真的是也不知道以后要不要拍更多这种料理的画面进来。拜拜。我们今天晚餐吃摩斯，它有出了一个新的辣味鸡块，然后是我男朋友的，然后我的是副餐是辣味鸡块，我刚刚已经偷吃两个，还有减肥人吃的摘鲜绿，然后还有红茶。大家知道那个摩斯的红茶可以加柠檬片吗？超好喝。然后我们今天要配的是英雄，我的英雄学院新的一集。
って名付けた。って言ってもまだ一瞬しか出せなくて、用途は限られるんだから。深い。大変だ。